好，据说在一边签字啊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往往能够第一时间的给出最真实的反应。哎，所以我们有快问快答的环节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来，怎么分配？你来问，我负责去帮他拿麦，然后就让他回答这些问题。好，慢慢签啊，不着急的啊，我们可以开始给你签呢。好，要回答接下来的问题要非常的快速。好，长发还是短发？什么择偶标准啊？你说我自己吗？因为我们要快问快答，啊，然后现在就是考你一个反应。就是问我自己长发短发，还是问？就是你第一对，你喜欢的，明白明白。对，第一个反应。重新开始，你喜欢的人的印象的感觉。好，你喜欢的人长发短发？长发。长发。双眼皮单眼皮？双眼皮。170/160？一什么？170还是160？170。颜值还是身材？都要。都要。有酒窝还是无酒窝？没酒窝。没酒窝。薄的嘴唇还是厚的嘴唇？厚一点。厚点。好，现在我心里已经明白了。大家刚刚听到了吗？你心里已经明白了，你已经完全没机会了是吗？对，离得很远。对，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，就是长发的、双眼皮的、170的，又要有颜值又要有身材的，而且没有酒窝的、厚嘴唇的这些女孩。哎呀，我们是竞争关系。好，天哪，你看看，我觉得我离得好远。给大家展示一下长发。哎，女的最爱听的歌是什么？最近最爱的歌。最爱听的歌啊，周杰伦啊。周杰伦。喜欢周杠伦。对。哎呦，错。哎，不是。不是，这个不像。不像。你学让他学。我不会学吗？你会学吗？我学不出。你也学不出。哎呦，不错。不错。好。不像不像，我也觉得不像。那你去 KTV 会唱他的歌吗？会。小唱一句。啊？小唱一句。周杰伦的歌啊？OK 吗？必点的，每次去 KTV。必点的歌，必点的歌，必点的歌。我给你唱，我给你唱一下第一首专辑，好吧？第一首。唱一首，随便唱一首，可以吗？一点的歌，反正都盛典都没有表演，就在这儿，给胡金铭过一下瘾福利嘛。必点的歌《七里香》，我是一定会点。七里香，高潮部分。高潮部分是雨下整夜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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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记不住词也是我的一个。雨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秋香。我的爱溢出秋香。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，这不是不清唱吗？就清唱，把我的这个平均分拉低。哎，大家错了。大家说你会不会有出专辑的想法和打算？专辑啊，专辑我现在近期没什么考虑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有特别好听的歌，我也可以出一下。大家已经开始点歌了，你们也是想太多。刚刚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，已经在告白气球各种开始点了，已经。好。最喜欢什么？我们送的够多了，还要跟他们最喜欢什么？好，最后喜欢滑雪吗？滑雪我只能说我是会，但是没到痴迷的程度，就是能保证自己不摔得很惨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在这个直播的环节请到了黄景瑜，满足了我一个迷妹的心。刚刚真的是你在远处的时候心跳很快，就是聊着聊着好像已经放心了。不仅满足了你，是以你为代表的所有的护警团们，当然也希望接下来有新的作品，然后还有更加出色的演出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黄景瑜，谢谢。